他说啊，一个人捧书，上有心字，心字，这是得民心的相，受万民呢托付的。他拿诏书给一个鹿，有没有？鹿在那边喝水。鹿是怎么样？财来说的话，财源滚滚而来；是以人来说的话，在野的贤人就是以鹿的性来说，动非常的敏锐，进则顺。上等的贤人呢，就是有鹿的性。那一个人张弓射山上，如果是卜卦，卜到考试的话，高中金榜，因为射有中的意思嘛。你看旁边一条溪，鹿在喝水，那个溪是不是安平、平平安安的在里面？好、哦，就是没有什么波浪，平和安静。看卦的时候，卜筮的时候，它会比较分散。可是如果你卜一件事情，你卜下去，每一个都进来了。